阿叶，是你吧？他一定会来找我复仇的。一切都按计划进行。上林松久违了。阿叶的剑，江凌风，好好记住这种感觉。我族不除，举世难安。道貌岸然之人，也敢称仙？上林宗也不过如此，仙门一定进了奸细。我送你的礼物，你还喜欢吗？阿叶，你见过雪吗？